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这台大家都知道吧？阿呆的车，全台湾应该只有这一台这种颜色吧？被抓了很多次，今天为什么他又出现了？抓到啊！无敌无告啦，这已经讲哎，为什么你的车今天出现了？没有麻烦你啦，看那边。你要赶回来，赶回来哦、喔。那最简单啦、铁牌拔下来换过来就好了。我想要200的椅子。有差吗？有啊，那个中间是不知道是麂皮还是反皮啊。啊，我的是全皮的，全车的椅子我要跟他兑换。啊，困难都要我啊，所以都解决困难呢、那个副驾驶座，因为他的是手动，我的是电动，我想要保留电动的。保留电动的。但是我要他的布。看你可不可以啊？不行，我顶多把这个皮拔过来而已啊！恨之入骨嘛，拔你的皮，啃你的骨头，喝你的血。反正这个车就老板买回来，看我要什么零件自己拔了。等我兑换完之后，这才会变媒体部的公务车。公务车，我可以把我要拔的拔走哦。可以，你拔。引擎的没喽？到时候这边是坐那个脚踏车这样踩啊，才可以动，这样踩，两个人一起踩这样啊，踩这样才会动。我不喜欢这个皮啊，很滑啦，我人会滑来滑去的。哎呦，哇塞！所以你要留的是它这个功能。对啊，电动啊。啊，把它一个拿来放上去就好了、它一样可以动啊。都不用装这个。对啊。哇，还有护腰哦，是怎样？我腰痛。你不是单身，为什么会腰痛？你为什么会腰痛？单身不能腰痛吗？不行啊，这样会觉得怪怪的啊。以前使用过度。有没有？你看这卡针有构造有没有一样？好像差很多嘞，差蛮多的。它的皮是搞在一起的，然后这边好像不太一样。它简单的位置是底座弯拐的吧？对，反正就拆嘛。有这个好拆，先拆。因为它这个布这边是收进去的，那边的布是这样收下来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布有没有合。机构很复杂、我也是第一次、越拆好像越感觉不对，可以跟阿呆说，有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不用换了，坏消息是我装不回去了，装不回去。耶、不一样，做不刚，不合。哇，多处不一样哎，老师应该看一下裂卡，一些做些做，表示他这个要再上来。所以他连要单纯换皮都不行，对不对？不太一样，因为他这边就凸出来，凸出来。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、我明天把驾驶座拆下来两张。前座我送去重包，可是我最早要把这个装回去吧，不然我芒果怎么开？我去拆驾驶座。我自有办法。你叫什么拉出来？阿哥。有人搬你值得搬了一个小时，搬不出来，因为我方向盘它真的不好转了、我帮你讲话啦，我还是很快就出来，把它弄出来了，弄出来了，对对对。我现在要来做的事就是把200的椅子移过来，其实这个很简单啦、它就是下面两个扣子而已，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所以拔起来这个就可以出来了。这边有四颗螺丝吧，折好的，一颗、两颗、三颗，然后边边还有一颗，没事，我就把它松开。它这边是有一二三个卡榫，它是靠三个卡榫去卡这个座椅的。我现在先把头灯拆下来，方便施坐。这是我的库洛诺，我的美乐蒂。出来了，睡。出了，睡了。然后呢，我去拿200的椅子，好烫啊！镜头，赶去，去，完成了。我还有一台，当然，
我还有一台要装。熟悉的步骤。哎呦，如果这是一字镜，我们就专业了。安全带没拉住。干！干！装第二次还是一样的错。对，我要做总监。哦。哭，笑不得。为什么我的安全带在里面呢？哎，出来了。等到今天了啦，就保养而已，好不好？很简单。我试试啊。好，你先试嘛，有问题不行再问我。叫你，我电影院被你帮我看啦，我不敢电啦。不用看啦、啊、用手摸、啊。如果很恐怖哎、欸，第一关就卡关了。没事，你就先放好，下好离手嘛。你先离手，我们再检查。好。哎呦，很准呢、欸，往外移一点，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蓝色的是上，上下，哎呦。快点啊，快点啊，不要抱嘛！好，现在是不是都离地了？你上面先检查嘛。啊，我检查一遍。五油三水啊，最基本的。啊，那你要先知道五油三水是什么？那个啊，这个什么、這個啊、什么什么？那个讲出来。发动机油、刹车油、机油，然后汽油、变速箱油。好，三水，一个水箱水，然后雨刷水，还有、那个变频水。啊，哎、欸，是吧？黄哥，我们先看水。巨哥，我有遇到问题了，笑死！他这个副水桶，它的上限在这嘛？那它有少一点点，这样我需要加吗？有两种方式，一个记得现在问，然后下次看有没有变少。它没有低于下限，基本上就还要。我流汗了，我还没开始就流汗了。超标了，超标了，超标了！啊，所以这要换了啦。方机有转开嘛？它有油尺。转开就有，有哎有哎，而且拿干净，转进去再拉起来，对准卡榫插进去就好了。对，拿起来，这样就可以量到油哦。朝下，不然它会往回流，你就看不到。这个是冷车、热车另外一边，有没有？热车上线，因为刚开来嘛，所以这样是有的，可以的，错的。好，这边要怎么量？红接红啊，黑接黑啊，黑啊。这边吗？对，这边可以吗？可以。有了，如果有量就可以了。来了来了，那你就要看上面你的规格是什么。然后上面有写95D26 ，OK OK OK， 然后再来就要选了，上下要选 JIS 就是日规的电瓶。好，然后选你的型号95D26，再来，那你就用90D26就可以了。它其实规格是差不多，只是它的电瓶就是电池生产出来比较薄，就95D。Oh, 它比较不饱的就是 90D。 测试中电池良好，然后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 SOH 健康，健康度 100%。 对啊， SOC 是 SOC 就充电，就是发电机充给它的电，就是88%。电量正常是多少？12.5以上，这样电池就良好。对啊，它自己会判断的。哎、欸，里面有壁虎哎，这个我不敢一棒把它弄出来，我真的不敢。那干掉了，一件发的尾块，弄啦。我不要啦，它长得好像玩具。好啦，弄走了。哎呦，你车上有一个亡魂呢，亡魂。事故车，这个可以换了，这个够脏了。为什么巨哥开包装都可以开那么帅？为什么我打不开？就是这破旧袋而已。然后巨哥都会这样。可以。没有那么随便，他丢很准哦。好，冷气机。好。要通到盒子里，再装进去哦。黑的刚在下面。这样吗？对啊，这样就可以。泡棉那一边塞进去啊，上面有写英文字。up。对。哦。进去啊。好了，就完成一项了。速油。你可以先用刹车油好了。好啊。气动呢，还是你要手动？那手动呢？哎呦，手动的好，不要接气。什么？那你油都抽出来了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
我怎么觉得我看起来很挫？不会啊，很专业。拿出来，你要一直压哦，不要滴到你的车身啊。最主要是不要滴到大的，就会雾掉。对，好，把它拿出来，移出你的车子，要插到这个洞。旭哥真的是好人，他还是不放心。是因为还有车要用，你不要占我的位置。笑死，慢慢看。对，往上，慢慢吸附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关掉。有没有脏东西跑出来？有啊，很脏哎。对。哇，静置一下，这时候可以做些什么事？这个水要加，倒那个海绵浮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海绵浮上来了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欸、感觉像无底洞，你水管就有破掉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水哦，太满了。不会啦，这只是水，又不是硫酸，有什么毛病？大家好，我是柯皮。你看我的宾士啊，如果放音乐也是要直接擦屁股的哦，就可以擦不累。我发现一个好物，这个黑魔方变成这样有线的，我可以改成无线的。我换了15以后线都没了，好了，哎，刚好这个东西刚好也可以。最简单来讲，我今天放上去就夹住了，线都不用插了，都可以连线，都可以唱歌了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物，它就是一个黑魔方，就是一个黑色的这样，很简单，它就是一条线而已。Type C 接头，啊，因为我的是在这里，啊，因为这个是耐热的，对，晒太阳不会有影响。哎，欸，你看它现在跳了，它找一个 Smart Home HYOB 这个，对，好，啊，这样我们就跟它连线了，哦，OK， 画面就出现，我连到了，对，到了，对，选项 Cable 嘛，对，选 Cable， 有了。有没有？哦，没有线哦，没有线，没有线，没有线。他现在在放音乐。对啊，可比成钥匙。有没有？连到了，可以妥吗？他好像是可以的话，就是要插机卡。插机卡，这边就是用去机卡去连接，就可以放，比如说放音乐、图片什么之类的。有时候我们自己如果用线的话，但是像比较老的车，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支援到无线 CarPlay。好，现在比较新的车都有无线的，有线的话就是比较麻烦，加上后座要放歌就没办法连，只能用蓝牙。比较旧款的，像以前的四代 Focus 一开始出来是说大家都要插线的。CarPlay 的话就是说从没有到有，也是近几年的产品比较多了。像我们在装安卓机啊，以前的比较老旧的要加 CarPlay 的话要加钱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第一就是插上去，哦，跟它连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比较简单，上车就直接可以放。就不用管他了。他可以打电话，打给我。我打给泰山了。没有这个人。哎，有哎，有了，可以哎。我都把我的帅照拍出来了。苹果、安卓，反正这两个系统都可以用。它这里有一个，我不晓得各位这个同频。投屏接我的手机，投投看。哎，这个可以用。手机投屏，哦，你的是哦，你看它有分哎，苹果跟安卓，嗯，有色了哦，色色。有啊，可是这是你的桌布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是我的桌布啊。你放个东西出来看有没有？放什么东西？随便你啊，你看你平常都看什么？我声音用大声一点。哎，有了哦，哦，酷了。哎，真的可以哦。所以真的蛮方便的。假如好了啦，假设你今天在跟带小朋友，可以哎，可以用这个萤幕，可以让小朋友看一下。老婆在买东西，对，逛街，在车上也可以看一下投屏，然后巧虎啊什么的，蛮好用的啦。简单啊，主要是简单。我们算是三 C 的老人嘛，哎，没错吧？老人我们现在连接没有什么困难的，就按键而已。哦，安装容易，简单。哦，三 C 老人都会，我不相信你，应该你也会。喜欢的话，下面有连接啊，有折扣可以去看看，多少我不知道。耶，黑魔方。好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找你的蟹油桶，这个吧，对，应该是那个14号的。哎呦，14号都知道，因为我昨天有查一遍。你先漏油，漏完再检查底板。但是你的油芯、机油芯在这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这个拆掉。下雾板要拆掉，手伸上去。OK， 机油芯的位置在哪？这边。你要先把油漏完，才能把那个。对。哎呦。所以我要转油芯了，会不会变黑手党就看这一次哦。加它的本体，对不对？对。中间哦，有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碎碎碎碎碎碎，可以用手。现在可以用手了，也可以了。嗯，哎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看我还知道要磨一圈。哎呦，专业。还行吧，是这样子。然后再缩短。耶。我觉得我缩紧了，你要验查吗？太松了啦！哦，这起码多转6圈以上，真的假的啦？好啊，然后拿清洁剂把这边喷一喷，就从油芯那边开始喷，有泼到油的地方就喷啊。
所以你看我这个碟盘，靠背好深哦，还很厚呢。多久了？还是你有专业的尺可以给我量？这个厚度就是在量这个的嘛。绿色当然就是都 OK 的嘛。那黄色，黄色就是准备紧张了。那这边就是切碟盘的地方。啊，我刚摆错边了，难怪我进不去。第一次嘛，第一次总是进不去的。好什么？我觉得还没得动。他的管子对，他没吸到。嗯，收到我叫你爸。好什么会掉了？换机哦，我的车2+5.5罐。叫八天格这样子就反胃。这样是吗？太硬了，前面的。我们现在要发动，然后看机油量够不够，不可以踩刹车。啊，万一有些车要踩刹车才可以，是不是？那是因为你现在鼓有些是干净，它是管路脏的，你踩了以后它就跑了，那你就留在里面，到时候用抽的。哎，没机油灯熄啊？对啊，然后你就熄火，把车放掉。不过我要等个几秒啊。量机油而已，你又没有要干嘛？如果你是变速箱油换了，你才会发的，然后要打档的一个档。不是要看它油量在哪吗？对啊，抽进去再拔出来啊。这个就是你的上限啊。所以上限就是下限啊。有沾到就是 OK。如果不够，它会有一个断点，上面都会沾到，但是有会有一个断的一条。那、啊、你如果不清楚的话，你就再擦掉、嗯，下去就快一点，然后再擦了就行。哦，看是这样有没有清楚？有欸，上面是不是没有断点？直到这不够一半而已 啊。通常一半就是大概还有500，因为上限下限通常就是一罐的量。所以我现在先再补半罐的。对对，直到弯掉就出来。够。那么上面是不是没有碰到？嗯。那就是上限了。刚好上限。刚好欸。哇，只要6罐。这样再一次吗？要。要。下面有漂浮物。颜色也不对啊。那个黑点的那个洞没有吸起来，这一道我帮你清了，然后你就可以换4个轮子了。这是刹车油的那个油嘴。通常我们抽的时候，正常就是从最远的这一颗，最远的，这一颗，然后在那颗，在那颗。抽的时候呢，就是拿工具把它弄开，等一下会拿那个抽的吸，然后边看管子脏的。跑道变成新的，那它就一直抽嘛，变透明的，对，变成你现在刚刚加了新的那个颜色。吸归吸，但是你不能一直吸到无限量这样子，因为上面的东西是跟着走，轻轻的捏，然后你感觉它吸的那个速度，一直下去的那个，蛮快的，快的，那就表示比较干净。那我们这时候就先放开，你看现在没有流出来，让它流，是不是有跑泡泡？对，就是有空气，所以我会先让它流一下，确定都没有空气了。然后才锁起来，通常是塞子塞回去以后才浇水，可是你现在没有塞子，你又怕弄水弄到这边，对不对？你用手先挡着，然后把其他你刚泼到刹车油的地方泼充一点水，就是这样子做。好，走。给你看脏的油，因为我们原本油是透明的嘛。对，哇，这个颜色。现在去试一下刹车。Oh God！ 哦，一次就可以了吧？刚有做动啊。啊！干！啥？啊！这样是有吧？有啊！我们两个现在心跳很快。不是，我现在是晕车。他晕车。巨哥用完了，用完了。我们从1:30开始，对不对？做到6:00，结论就是蛮累的，保养蛮快的。
但就是刹车，刹车油太慢。你觉得我今天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刚开始，而且刚开始没有人换刹车油，但是你刹车油太脏，该换了，不然你都开那么快。照限速开嘛，对不对？照限速开，下次你要用什么？不然可以预约下一次啦。你说别台车还是这台车？没，你先用你的，别台车这样子可能车主会疯掉，就这样。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163575，下次保养里程是168575。2万公里啊？干嘛？5000啊？哦，5000。我还在晕车啊。好，OK， 那不是你的错。